加速吧，乘着风向前冲，我的座驾，来吧快出发，拼搏吧，去面对那挑战，从不惧怕。 Say no， 有你在身旁，并在继续闯，风驰电掣乘风破浪，燃烧着热情，开走吧理想，对手全甩掉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驰骋赛场，赢下每一次冲锋较量，加速度这气势不可挡，超越自己从不彷徨，金粟梦在心中闪着光，向前冲，心情明红，向前冲，小英雄。第五集，神秘大姐姐。欢迎来到黄金赛第二场排位赛，随着云云选手拿下第四，今天的排位也全部结束了，让我们期待正赛的到来。来自东大陆的车队，有意思。谢谢大家，我现在去买雪糕请大家吃哦，等我哟。请不要乱丢垃圾。哦，还以为是什么人呢。别走，把你丢掉的垃圾捡起来。真烦人，给我让开。我可不怕你大块头。什么人？是你？对不起，我立刻打扫干净。哎呀，哇，姐姐你好帅呀。你这小身板怎么就敢和那种人起冲突呢？身为车手就应该无所畏惧。谢谢你猫姐。猫姐，你不认识我？好吧。你是那个什么新车队的？对，我是超新车队新级车手云云。云云，今天排位赛的第四名。是的。不错不错，就是16号弯，如果可以跑进完美路线，或许名次可以再进一步。完美路线？没事没事，请不要在意，我就随便说说。火火的完美路线跑法可是南大陆一绝。等等，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完美路线呀？在16号弯道前，你得先抓住中路线，然后再轻点刹车。然后呢？只要你拿准时机再加速。是这样子吗？不对，得这样。在欢迎来到超竞速大奖赛黄金赛段的第二场比赛，现在让我们一起竞速起！还没推到最佳转速，不能刹车。想维持高转速过弯，抱歉，不会给你机会的。被看穿了吗？糟了，根本提不上速。景豪，注意后面。情形相当糟糕啊，信号被加气了，怎么办啊？放心，他们已经准备汇合了。给我让开吧。
我没事，卜三，雷素音豹还好吗？车子尾翼受损，最好快点回来更换尾翼。云云，现在靠你了。嗯。啊！他学我的路线？不，这好像是完美路线。是时候试试新跑法了。天哪，好快！这个是，落后这么多，必须一口气追回来。就算你有新轮胎，但我们就这样堵着，你又能怎么办？星河，我马上回来支援你。不许减速！你现在的任务只有一个，追上电弧。啊，好吧。比赛已经接近尾声，战况非常焦灼，一心车队正在逼近云云。超不过去啊，轮胎损耗太大了。熊山，要不让我试试，你去拦住新航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超不过可要还回来，我这可是第三名，要上领奖台的。好好好。还不错。完美路线果然厉害，冲啊！既然失败了，就把位置还给我吧。我还没失败，我还有机会。比赛都快结束了，你哪还有什么机会？一星车队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好机会！太棒了，终于过去了！点狐，终于追上你了！云云。只用极小角度漂移，就能以最完美的路线过弯。这个跑法，为什么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？是他，
他是怎么会这种跑法的？小狐狸啊，只不过利用新人露了几手而已，就让你乱了阵脚了。看来你也没怎么长进，真令人失望。冷静，不可能是他，你可是电狐啊，怎么会被一个新人吓到？哇哦，新航追上来了，超星车队汇合可对电狐大不妙啊。糟了，三辆赛车即将抵达最后的弯道，究竟谁会是最终赢家呢？一个两个故弄玄虚，虚张声势，真以为我电狐是纸糊的不成？无光掠影，超进化爆裂冲锋，是电狐再次夺得冠军。如果不是一心车队内讧，这奖牌也不属于我。云忍人呢？猫姐，看，全靠你的指导，你这么厉害，莫非你也是一名车手？我只是偶有研究，并不是车手。这样啊。